心所爱的人。大家拄仔外口有人送一包物件来，讲要交你。大爷，可以啥？无啥。大爷，你的病敢若愈来愈严重啊？明仔有要紧吗？无要紧啊，我拢安排啊。恁大家啊，一定要听水哥的调动。是是。老华，你先出来来准备一下。是。大爷，水爸。那大龙弟啊，阿是啊，阮大家哦，拢在讲代志啦。讲什么代志？啊，所以唔知要计划掠迄批道军啊，啊，唔那无甲你通知呢，连我嘛咧做阴人啦。大爷，要掠道军计，那无够我参详。你敢知影？这段时间我姐姐拢监视麦克，知影伊倒位出入，准备对付伊。水哥。你的意思了，天祖算起来是你的客家，我当然来尊重你的意见。天祖麻烦了，已经够多了，我靠，免啦。水爸，你嘛知道道公家，跟我王家有冤有情，过去是安怎修理我？今仔既然有这机会，报这鸟车弯，我当然把握这时机啊。啊，大家那个讲好就好啊，要不？恁大家先去准备，我甲天朝要研究一挂代志。退散，啊，无你的代志留伫遐创啥？行。退散，你留落来，我有空过表你做。天朝。既然你甲想要讨，一摆机会都让你去处理。明仔载水哥，伊会要去压杜文啊，要去杜文那因兜一撮。这内面有两张纸条甲锁匙，这是杜家的。纸条摕来要入去杜家进前，你甲伊拍开看，你就知你要做的。太宰，你得听天祖做去。大爷，你放心啦，那我甲天祖去做，是家族上妥当的啦。我相信你，要不啊，等下我要甲水哥讲一挂代志，你先去准备。出去的时阵要请水哥你来。是。大爷，我先走。身体敢真正出问题呢？袂啦，水哥，为了一摆的代志啊，我知讲你已经是手脚洗手啊，煞搁你拖落水，实在对伊真歹势。这个大军啊，伤天害理，那恁爹爷连阮斗阵的，伊拢敢甲饲咧食水，我哪搁呛声无动作，会去用笑术啊？一摆。绝对要甲弄个密密麻麻。啊，对啦，是讲王董的，敢知你要去对付杜云啊？无，我无甲讲啦。伊为着因查某孙仔骨髓移植哦，已经真无闲啦。我若搁甲讲哦，我要找杜军啊算账，那是加好操烦的啦。帅哥，希望这摆啊，会当一切顺利。安啦。明仔载啊，绝对要让后悔出世来做人。哎呀，哎呀！
像这啦。阿姨，阿姑在你接触证件哦，都赶紧要来看去。在内面真艰苦过哦。暗时根本就困袂去，变成足垃圾的，搁常常有野。在我头壳顶飞来飞去，有当时啊，停在壁顶，两对目睭，搁了乌金金看。哎呀，我就惊。惊啥？惊野？这内面根本就不是人住的所在。这内面哪是人住了真舒适？大家拢想要离开住。阿哩社会不是愈乱。阿姑，我恁豆豆阿公啊，我出外口等你。阿娘，阿明是不是跟你讲，我的关系已经无救啊？所以伊才会无面留在这，对吗？现在你到即卖想的搁这偏差，人阿明也无欠你啊，伊替你拍这个官司是心甘情愿。那恁伊就应该认真拍赢。那恁太太天天死活，伊都免管的亲。哎呦啊！现在你到即卖还袂觉醒？你今仔会去关遮，迄是因为你过去做人受过自私的报应。是报应。你还会记得当初蔡进宝把你为娘给救出来时阵，阿爷有送你一双鞋啊？阿爷，是的啊，那双鞋啊，我早就断掉啊。不过，我还会记得，当初是我摕到那双鞋的时阵，确实是真快乐，真满足。是啊。这二三十年来吼，互你赚了真侪钱，嘛得着真侪名声。莫讲一双鞋啊啦，就算讲是甲规间鞋仔店拢甲买起来，迄嘛真简单。啊，不过安尼，你敢有较快乐、较满足啊？要现钱是得了。予你赚搁较侪乌心钱是安怎？死狗，毋是拢爱吐出来？若买袂着快乐，买袂着亲情，嘛买袂着婚姻。即嘛，连自由都买袂着。你莫伫遐想讲坐家就是受苦，这段时间真有可能是天公未予你一个机缘呐，啊？那是当脱离名利的束缚，就算讲你人是关在这，也不过你的心颠倒是自由的。哎呀，你敢要等我？不管外口的人。安怎批评你？安怎看待你？你在我心目中，永远是一个白两个头鬃毛啊，爱流鼻、爱哭、爱跌落的小妹。阿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是我的小妹。你对不起我是应该，你对不起爸爸，阿爷嘛会替你去。等你出来，阿爷甲你保证，你甲外口的冤冤怨怨拢一笔勾销，无冤无仇。在我出所以后，你若无冤无仇，根本是无半项。谁讲无半项？你个阿爷！
你再真成功，阿爷替你欢喜。你若不是，阿爷永远疼你、爱你，绝对袂让你夭折。阿爷，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啊。至少我知影，几年后我乖出来，你还阁会记得我。嗯，阿公、娘娘、阿兵，你哪做？大家拢会等你回来啊。我来等啊！阿明，你嘛真无闲啦！阿兄，搁陪我一时好无？喊这岁啊，搁得晒奶哩！我永远是你爱哭爱退路的公小妹。你做你阿兄弟家啦，因为大官阿欠你。我会拢去找伊个讨回来。阿爷，麦克真歹对付，会用做的才做，千万唔通阁为了我，硬要用性命改换。我嘛是一时的，真正才是永远。我嘛是去阿娘。阿爷讲的话哦。你总算讲是有听入去啊啦！哎呀，你家己来保重，你也等我回来。用心啦，我怕算讲回去了吼，家己阿叔乌做猪脚面线，我煮好的头一碗，等你回来吃。爱煮较好食哦，呀，但我做了，我袂用良心谈你一辈子，袂只想会晓好你。好，阿爷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。今仔日要转来啊啦，经过遐尼侪代志，我相信一定更加努力，打拼家己事业。啊，不过伊的伤还袂完全复原，你上好莫对伊要求伤济啦。我家己后生啊，我对伊真有信心滴。是讲你咧紧张啥？你是惊伊转来了后，你会失去什么地位吗？我即马是啥物身份地位，我可是知影，我袂介意这啦。实习过就好了，刷落来，你看到迄个安那练手，甲规天神气也拔起。喂，七哥，大官啊，已经为头壳滚出来。哥，河北市打电话来讲，麦克已经出发了，我马上过去，跟你会合。阿弟，啊你最近伫咧无影啥？哪会阁甲大家有牵连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即摆做下嘛，真正是大事业啊。等我处理好势哦，我规声势地位拢无共款。哎，大家毋是好惹的，你莫去找人麻烦。你是捌啥啦？我甲你讲啦，杜家伫要帮白罗姐啊啦。杜家虽然遮尔大，伫个社会上遮尔有实力的公司，你千万唔通用鸡卵去啃石头呢。哪啦？你唔相信？我是伫烦恼你啦。那我，做你咧烦恼啦。麦克平仔遮尔老病，就要哪行哦？我早就替你安排好势啦。啊！你搁咧思念迄个半身不遂的啊？你莫安尼讲的。
我安尼讲，你无欢喜啊？好，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阿顿要回来啊。阿弟，阿顿已经足可怜啊，你莫阁甲人欺负哦。我才袂咧，是何佩奇要去接伊啦。啊，死狗哦，何佩奇要怎款待伊，我阁袂着啊。拢无问题啊，吼！较剧烈运动也是有影响啊。不要紧啦，慢慢来啦。对啦，阿恁爸今日有代志，阿无法度来，所以叫我来接你啦。我知啊，有可能甲我讲啊。咱先去酒店等，阿我甲伊约伫遐会合。时间约几点？我甲伊约两点啊，时间就到啊，咱拢无看啦。医生讲，莫浪费我时间，打电话联络。等下，卡袂通。继续卡，明仔我教你哦。你讲为什么准我做？你利用水牛来反背我，暗中利用小人的部署来陷害我背道，你个设计天作来做替身，最后你将我酒店甲餐厅拢总给我吞落去，你唔敢去解释哦？因为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啦，未见上才稳保命。实在是有够抱歉，你安尼利用阿强来煽动伊，王伟公园对你的身份并对你遐尔死忠，到较最后，你连阿强也拍死，大文杰，你真正是穷傻的精神，你知影？雷公哪会知影一件代志？人咧做天咧看。咱人额头上是有神命，大文杰，明年的今仔日就是你最忌的日子。
我今仔才知影，乡下人哦，要叫伊做滚啦，遐尔细尾，乡下甲你即尾都换比，甲你做伙了，我才知影，即尾做滚啦，遮尔啊无路用。贱人啊！较细声的，咱会听着啦。查某人尊严哦，先甲你讲一下。你有看到啦？麦克啊，白白共一顶床，啊你甲草哥比起来，人是朴素级的，啊你咧，幼稚园的功夫自比吼。对，这什么时阵落的啊？别怪伊啦，这块路也大，都是草哥让你用石头喊无死以后，落起来要让你挂的，证明也会死。无可能，我明明已经甲伊。麦克，讲起来。是你牵的红线，若不是迄天钓鱼的时阵，你下毒手，我还阁唔知影。我爱超哥爱到这么深，若不是这个超哥死无去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我的心内有偌关心这个查甫人。阮实在哦，是足想要请你这个大媒人来啉喜酒，不过阮的日子。是看伫个八月中秋，阿超哥讲，你活袂过七月啊，阿今日是七月二十三呢。贱人，你个反背我！你上大个错误，就是无甲我抬起来。你要敢拍呢？紧走嘞！这可能是结局，我赶紧来走。你是紧留下？做乡民多贵唔？老张诶，有真侪代志会互你想袂到啦，哪会叫是讲家己想到？偏偏就是有人会甲你做对头。滚！你即摆跪了忏悔，把你过去所囤诶财产都甲我吐出来，然后呢，我诶苦劳卖互你遮尔艰苦死。这话是讲话，无只红声。话你较轻呢，去会拖伊。哼，好啊。既然你无想要做人，那呢，我就给你做鬼。到底啥？可怜人较侪，免叫声好，你我定高机啦。啥体哦？
这样闹鬼鬼哦。老君啊，今日就算讲你吵死，嘛免想要陪伊出去吃。好叫哦，搁爬起来啊！谢明利，要替林兄妹痛。银座手刷就啊条，明利，先刷连雷公那边餐厅、酒店拢行哩，会用啊未？干哪呢尔？不你想要安怎？你也认为你的性命比钱更较重？简单处理啊！我对阿耀遐摕到迄八千万行李，啊，搁天雷遐一半的工程款行李有够无？确实有，才是用啊！我靠，若不要看世面，是变作俗啦！我将等伊办手续，等手续办好，钱甲资产就拢还你啊！你当作我第一天出来佚佗，还是你误了你家己的智慧啊？想出门找一个物件，那你麻烦你的律师走一撮。安尼，所有物件的保险箱，照原范围处理。你来报，就麻烦你拖一部六尺四方的棺材来好倒，因为这位大军啊，高强大汉倒起来较舒适啦。拖你来。妈，我若是无离开，那你小麦是要安怎？我实在无应该跟我下来。婷婷。我唔准你安尼讲，我相信，包括小麦在内，所有的人拢真欢喜，因看到你过活落去机会啊！啊，你三个人的代志，都交予建志去决定嘛。即马唔是烦恼这个代志的时阵啊！妈，手术到底有偌济费用？我唔是已经跟你讲过啊？你的医疗团队已经有信心，而且你的主治医生又加保证，伊会把风险降到上低。我不是这個意思，我是惊讲，我入去手术房了，若是无法度生出来，那你我就无机会看到建志甲小麦团圆，所以我希望。会用在手术进行，看到小麦甲建志在我面头前答应我。不过我手术是不是有成功，你两个拢。
心吗？啊，不过小麦要坚持，伊无一定会同意安尼做啊。不行的，伫个手术之前，我一定要完成这件代志。我叫坚持，甲离婚协议书签好，安尼坚持甲小麦，因两个才能去顾虑着我。小麦，我一定爱行。啊，真正要摕落来，摕落来啦！摕落来，喂！亲嘛，李家亲，大哥，无论是过来从啥，啊，都伊了。我订一挂补品哦，你着小麦食啦。哦，那功夫好，免啦。小麦要对妈去北京哦，我机票拢替买好啊。去北京哦。你小麦无想要搁甲恁哥哥订啊啦，所以吼，那后摆咱两家唔免搁交往啊。我等来啊，爸妈。小麦。我听恁爸爸妈妈咧讲，讲恁要北京才是有影无影哈。爸妈，要恁咖啡无？我另外煮啊。啊，小麦，小等我小请教一下，你是安怎要大料？恁去北京是要创啥？咱毋是讲好，等下婷婷迄落时阵，伊就要甲大伯办意思了。错去跑！你明明知影婷婷即摆要接受骨髓移植，你搁走来遮讲这种话，你了准阮小麦这尔好骗？小麦啊，你是毋是因为婷婷找着骨髓啊，所以你才决定要去北京？敢有这个必要？是不是有这个必要？唔免恁替小麦做决定。不是啦，亲，我的意思。莫阁叫啊！迄个小麦，等你嘛讲两句话咧。即摆到底啥物情形啦？哈，你去大陆啊，当时要回来。我嘛唔知。我归去安尼啦，我甲淑婷因无代志哦，阮两个陪你来，是做照顾你安尼好不好？好啊。唔好，小麦有爸母通好照顾，唔免恁两个遮尔啊无闲。小麦，咱当初是讲好两个月期限，两个月期限若是到，天天不管是生是死，大伯拢会等在你的身躯边呢。我看你迄个后生哦，已经无救啊。老麦，嘿，上客。是。我来，嘿，小麦，你也考虑清楚，两个月时间真紧就到呢。恁若是去病院看恁的新妇，较实在。歹势，我都黑了。亲家啊，咱最近保持联络啦，吼。知影两个月约束已经无效啊！妈，去办卡之前，我想要先去病院看婷婷。你若会付上飞机就好啊！你要看婷婷，我无意见。水，你帮我找阿幺阿遐部门，我行你。啊，不过雷公那边，我希望你莫插手。伊遐酒店、餐厅，我直接给你打过，小款。哼，不是所有人都跟你同款，看到一个就拢唔顾人情义理。人情义理要赚偌济？你后壁若无天时，互你靠，你有才调坐只红声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好好考虑一下。我若真正这么爱钱，过去直接甲你拍死。袂讲若爽，本来的红利会搁较侪啦。啊，文啊，文家甲签签咧，你就要回去收件啦。
签纸，你就先走。连长，我猜你是不能留遐尼久啊，基本的江湖规矩拢唔捌。你就袂甲我讲道义啊？我敢有需要甲你跋江湖规矩？所有代志到这煞，从今以后咱拢无相欠，会用的袂。你个人若讲信用，今仔就袂遮闹鬼。无啥，我就专。好啊！我杜文杰奖金，你就算那领下，早就天下太平了。走！小三姐，水哥，你放伊走，伊若反头来咬人，要安怎？刚迄个时阵，伊嘴已经讲断去。他会帮你走，我是无。吃轮命哦，遐尼大粒石头肯定袂死。等你先替我去开路啦。阿那，要营造出个沙洲场，好，我护你。你爱何佩琴，我帮你走，甲你两个杀手队会用得袂？老董啊，你若死，我还啥物无？江水要甲你讨，想我死，阿那无准备帮你做。今日无迄个机会啊！李董，李董，你回来啊！你给我回来！心所。